熟吗？让我买个饮料。哎，你好，你也是粉丝？矿泉水不是我要走路，水拿回去放。那你自己付钱。好，我自己付钱。付我的啊，你干嘛？你要来放？好。我这放哪地方？你付钱。你请我喝水。嗯。好，我请你喝。奇怪小孩。我们去找光头老板。你要跟光头老板说一下。哎，凯哥已经过去了，刚刚跟了。要去哪里？我先带你们去司令台啊。去司令台。好，我去跟守卫讲一下。好，我先带你们过去。谢谢老板。不会不会。因为这两台都说，他就麻烦。走，我们弯过去。弯过去。对，从旁边的门，我们先去司令台那边坐。走。司令台。现在应该不用改那个分类吧？不用吧。不用。哦，不一起吃啊？你要一起吃吗？那你的粉丝嘞？我不知道。等一下你，我跟你讲几点？我跟你约几点？两点啊，两点。现在几点几分？三点。生气了。凯哥讲话很台，很蛮台。话说这边是哪？三家国小。凯哥说要吃完面要直接回家。访问一下观众从哪里来？对啊，有谁要讲吗？观众，我是泸州港龙总，又港口北。好，介绍一下，你是谁啊？目前要自我介绍的是黑雪姬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黑雪姬。好，换下一个。没有，下一个就是你还没讲完。哦，对。我讲回家，我回家啊，我第一班的火车，你不要跟他打架，真的假的？特地来，怎么那么早就走了？因为我有事情先走了。啊，合照一下吧。我们一个访问，从我们是从这边开始，从那个远端的开始。退去最边缘的实况组兔头的粉丝。从哪边来的？基隆来的。从基隆来。基隆哎，我上礼拜四就来，所以你看得出门。哦。他也有说，就是如果订阅满250，那我们就抽1600。那如果真的满的话，我加抽一张，好不好？250位抖内的话，真的订阅的话，我们就抽2张1600，那个兔头1张。对，好。那这位粉丝从哪边来？我从台中深山啊，台中的深山，你不知道深？深山啊，那台中深山，山区，台中深山，靠近南台中还是台东？靠近南台中，台中跟南投的交界处。那南投交界处花了多少时间？所以你花了多少时间？我早上8点出门啊，8点就出门。你要往上十二点。那你对于这位常迟到的孩子有什么话想跟他说？很想捶他，捶他，捶他。啊、现场捶他一下来，对啊对啊，真的要有时间观念啊，要有时间啊，然后每次都看你要迟到很久，这应该是很多粉丝想说的话，有，你会改进，那个上次那个加链子是有见过吗？有啊，有哈，有，我记得你好像台北人对不对？对啊，台北，台北人，怎么今天怎么会想来？没有啊，就是看到就过来看你啊，看到就过来看我，嗯啊，要想你呢，想我，还是为了鸡排而来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只是真的是过来，只是纯粹来看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看我？好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？你为什么都问你？其实我是跟你不知道问什么，你为什么都问一样的问题？跟着你的教学进来的。教学啊，就是你的那些 YT 的那些教学。实况教学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从那里开始就跟着。也是500多天的吗？500多天，1年多，快两年。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看 YT 的教学？我那个时候也就是
对那个你那种 OBS 的设定很有兴趣，所以我一搜寻，第一个就是你的教学啊，这个然后就看到有实况，我就跟，然后就到现在了。好啊，那时候有没有觉得那个录这个影片的很中二，很屁孩？那还好吧，因为我刚开始不是看到他的那个游戏的画面，然后后面我看完了教学，我才会去点他的那个其他的影片。对对对，点那游戏画面，所以我就再跟到那个这边来了，我追随了。我也想。这位实况主，你到底要不要访问你的粉丝啊？访问我粉丝？你很据点呢。太多人很害羞啊！被讨论的，你有什么害羞？那我们换个主持人好了，来说一下你。我的 ID 是那个猪土豆，猪土狗达哥。达哥，上次达哥是达哥。对，我是大概3年多前开始追的啦。可是3年多前，我那时候玩什么？那时候应该是 GTA， GTA 那时候有在看。GTA 有在看。因为那时候有买。看到我在实况哦，也在实况。那时候有一起玩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就是玩单机版。好玩单机版。对对对，那后来就断断续续看了。那最近开始有在紧密追随的话，是在那个就是科比双打那时候。科比双打那时候你有看？我那时候看了2天，几乎没睡。你看了2天几乎没睡？那时候不是32个小时吗？都没有睡吗？白天就到公司去睡，到公司去睡，然后开车这样。那就是那一次之后就觉得，后来有在比较常看，不然之前就是偶尔看一下游戏的。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户外实况啊，真的就是会让人想要去看，对。主要是想说看一些不同的地方，然后有时候自己有经过的时候。你自己会觉得说，我有来过这里，有看实况组副头这边有来过，这边感觉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你也可以分享说，你来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看看这样子。来介绍一下。我是巴克霍龙，我是在巴克霍龙，对对对，不用，我比较少讲话，就是最近有订阅你嘛，是不是才开始，那就是跟大家互动这样。我是最之前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之前就是去年 GTA 5的时候，就跟老皮在玩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对，蛮有趣的。对对对，我在，但是就是你不是帮老皮做一些地图吗？哦，对啊，他地图的话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吗？不是很写尿吗？那不是，我觉得很有趣，真的很有趣。对对，看每次看老皮在每次就是在那边啊，但是我看了觉得真的蛮好看的，所以我就想，就追随你一下，然后就一直看到现在来。所以你是因为我做那些那个地图，然后虐老皮很爽，所以对对对对，那就追随到现在。所以本身也皮粉，算是比较少看老皮了。为什么比较看老皮？比较少看了，因为看你比较有趣啦，户外台就这样多看，真的很好玩。完了，没有，所以没有。我必须问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兔头跟老皮真的有情节吗？没有啊，根本没有情节。我觉得像昨天那个去长的那个根本就没有事啊，对对，有完全没事。在这边老皮有没有老皮有没有在看台？卖也不一样，你是户外，老皮是 gay， 对啊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是从他那时候没有，你就直接讲。好，我是从那个他那时候有使用那个。散热狗，散热狗，哎呦，这个实况组怎么那么狂？很狂很狂。所以你真的有吃散热狗吗？我超好奇。有啊，但是没有吃下去。什么味道？无色无味。好可惜哦。有什么好可惜的？下班的时候，有时候下班的时候看到他。下班的时候。对，跟最久是兔头跟喜仙追那个可达鸭那一次。啊？就是那个啦。跟。科比啊，跟科比啊，对啊，从那个大概从早上5点，然后中间我有睡觉，我看到你们最后那个最后到那个双塔那边，最后到肯定啊，对啊，因为我熬夜吼，熬夜，我也是，没有，我是因为那天是要去，因为我那个客家人要拜拜，所以我那个睡觉，不然我是看得完，也是一直捧着看。因为我们还有刷，还有看，我还有刷那跟到那一波刷妹子那一刷妹子，
哎，你的鸡排来了，你可以发了。鸡排，鸡排哦。啊，现场发鸡排，领鸡排，领鸡排。快点，不要傻笑。拿，拿一下减轻重量方案一定很。你也拿一个啊。我不要再拿了，这是给大家发。来，建泽都有份，包括下面的小弟弟也有份。哦，人肚子饿了。我看肚子好饿。小朋友来了，要不要他没有介绍一下？佛心实况组发送鸡排啊！你拿到了，快点！哎，你肚子上可以打吗？啊！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你们不要吗？拿。好，我们过去吧。谁还没有拿到的？拍照，过去吧。嗯，来，大家拍照。而且你就拿，就拿。哎，大家看好，看好，不要动，别动。对 ，Thank you。来，中国你也还没拿。我最后再拍就好了。哎，我不急，我不急。为什么我要到最后一个？嗨，谢谢哦。谢。走，还有谁还没拿到的 ？Hello。嗨。谢谢。还有那边，还有戴小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。我们要拿牌，我要提下钱，你要转内是不是？等一下啊。哦。哦。转内没了。来，顾老板。来，请您接风。谢谢某某在找那个。我去帮他接了。啊，我去帮他接了。对啊，你去帮他接干嘛？你会啊？有人说真奶哎。啊，真奶。有人说真奶哎。真奶还在做、啊。大包小包。我们可以坐在那边坐一排这样。大概多少？大概5-6。真的蛮多的。门口。哎，你往后面拍。有没有人还没有？哇，还蛮多人的，然后走吧。可以啦，观众有没有觉得很可怕？还不快来？大家可以坐啊。可以。四点就是。这有真奶可以拿，哎，那拿饮料过来拿。好了，现在没有内容了。要继续介绍吗？功能，功能。哈哈哈哈哈。猪猪妈妈一样，他女儿在，然后他。我想要喝真奶，可以拿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等一下会自己拿。你知道等下有客人拿，不然怎么会事？不拿，我去拿吸管吧。还你们谁呀？啊，领鸡排和那个真奶盅，请稍等。我突然说我好不好笨啊？你听听我。垃圾袋都在那里哦。别人的，对，所以没有收清洁费，我们垃圾还是自己整理，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扰。是你的包括就是你这个人啊，就是这个人啊，所以给别人带来困扰的这个人。好 ，OK。好，没有多了。我们就先来。哇，有人吃完，好棒啊！好棒啊！三家里长有什么抱负？快点！抱负、啊。
希望那个选上三家里长，真的的。但是后面拿到鸡排会哭哎。有谁想要吃第二份的？都在我这边第二份比较酸。吃不完的当然可以，到时候真的没有了。没关系啊，留一份我，留一份我带去火车上吃就好了。留一份我带回去。哇，现场抖内。握个手啊！当然握个手，要不要拍个照啊？我还记得那个那时候去哪里的时候有见过你，土城。对对对，在巷口的时候。然后在一个那个那边有个那个超商啊。在拍，那时候在害羞啊。拍土城。哦。三个后面会拍，没有啊，两个直播一个手机拍啊。老婆输了，老婆输了，老婆输了。来看看，哎，这视频直播表现的多美，糟糕了。一定要红包袋吗？有没有红包袋吗？没红包袋也可以跟我拿，没红包袋可以啊，红包袋没红包袋不想加钱，不想吃免钱。我也是觉得不好意思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可以笑，笑就不能。我就是要丢远的，怎么样？哎，等一下，真的真的，真的，而且重点是这位干爹，他从脏话他那一段开始没有冷气可以吹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刚刚同一个车偷吃了，我们有现在那个赖群联络了。交通部长，不是交通部长，不要再叫我交通部长。啊、交通总长，你这样子对一下交通部长，随性透明，没关系啊。你也来一个，哇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穿得很厚、哦。来拍照，对啊，我把这个我先把这个东西带起来，要造型，造型帅。好看，因为我用这个。好，找我干嘛？他找你、啊？我没有找你。我说开始访问啦、啊，他说要找你。访问从第一个人开始这样。好、啊，来访、啊、问我、啊，来啊，访问我，赶快。你要问什么？为什么他那么生气？我怎么知道你？我怎么知道你？我怎么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他生气？你有拍到他吗？没有。你要按下。我知道。你人要过去啊，按下。我今天真的很少在聊天室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尴尬，现在相看两无眼啊！来跟今天来感觉怎么样？很不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两点等到三点，哎，我从1:40等到三点。三点。说好吃面，而且你超没有那个的。你自己说，人家光头老板都挺你，你一次都没有去给他捧场过，这样对吗？我刚刚有说到是这样，让你去卖店，结果嘞，我跟你说两点一线还不见，你的粉丝都可以找到，不好说、啊，不好说什么？你还要再问我问题吗？嗯、你还要再问我问题吗？你今天来这边，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跟这不是跟上次一模一样吗？各位先生，知道大王。教吐了，做人了。还有要问什么吗？然后、啊、我现在很诚实的、哦，你问我怎么就回诚实的回答你。没事。我是那个阿米巴虫虫啊。阿米巴虫虫。感谢管那个管理那个聊天。还好了，因为就是晚上有空而已。从哪里来？桃园。桃园。对啊，就是骑车过来。骑车过来，还好、啊，蛮近的。就是、大概20。我也骑车过来啊。桃园哪里的？内坜啊。哦，那他还比我更远。还有光头老板来了。光头老板。你要是不是要郑重的跟老板道个歉，跟谢谢老板一下？土下坐啊，来拉远。哎，老板好。哎，怎么？自己说啊。说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要说？人家老板。又有电话。又有电话。好，刚刚还没有讲完的，来。老板，老板，我在这边必须
请助手跟你说个不好意思，因为说真的，会吗？都没有给你捧场，都没有给你捧场。不要来，试看不好吃。干嘛这样，对不对？来吃鸡排就对了，来吃鸡排就对了。开了70天，一天鸡排吃了几次？有，都有来，都有来吃过三几次吧。我说开台的时候没有关系，不要来，真的不要来。主要是老板，老板低调一点，尤其是最正常，低调六个小时。还是要谢谢大家多多支持助手，还是要谢谢老板大力的支持，我们的备带老板，你也说一个人上班的，要感谢，要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拥抱拥抱。只要拍一个合照一下吧，压在那的，够钱好不好？学校一趟就啊，好啊。啊，现在心里话一下，心里话，谢谢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就这样。对，我心里有话，但是说不出来。口头心里有话，心里有不说。对，萧煌奇的歌。我心内有剑，没靠山，我想。